韭菜。吃着韭菜边跳舞，韭菜小姐。哇！你的演技，凭良心讲，多跟我们台湾人好好学学，好不好？你跟台湾人的演技学的已经很棒了。你们这个餐，服务生这么的迷人、大方、漂亮，厨师也长得好看一点的。黄叔，士兵进行曲，走。开始我就想到，哎，夏天啊，对啊，我就想到香蕉啊。你怎么说到夏天也是好香蕉的时候啊？真的很坏哎，把文明哥想成水果，他怎么看得出火龙果吧？今天我们甜点跟水果有关系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来的是盛夏黄金芒果。使用鲜美多汁 Made in 台湾的爱文芒果，浓郁的果香与细致的香草蛋糕，内馅夹着芒果颗粒，搭配滑顺的芒果鲜奶油，香甜清新又极具芳香，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颐一番。欢迎您演技大考验，等你来考验。现在马上介绍两队参赛的队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可爱的妹妹，以及我们的防护力领导员。紧接介绍我们的痛痛队，我们可爱的爱神，非常帅气的维尼哥，以及队长彤彤。第一题的题目就是谁知道了超酸的泰式鲜虾汤？哦，你准备好要吃了没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呦 ，Oh my god！ 不是好汉不上梁山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拼的啦，太久了，闭嘴，不要想了，关了啦，不要丢毒。把口水直接流出来！我的天哪，他真的是太酸了！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到底是谁吃到了超酸的泰式鲜虾汤呢？马上进入情境剧。司令一号王彤是一个著名的泰国 dancer。哎呦，有 feel 哦，有 feel 哦。哎呦，好。哎呦，太绝了！表演完了以后，他品尝了一下。他最爱喝的泰式鲜虾汤，这干没力咩？你可以用你的指甲插一只虾子来吃啊！插起来就好了。是一滴的，是一滴的，没喝到，没喝到。是的，这个是我们一号彤彤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维明哥，请进入情境剧，他就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叶问。我师傅大家好，我俩有三亿万，但是呢，要让台湾的观众大家听得懂呢，一下就讲国语。听说要过了各位，哦哟，哦哟，三亿万，武术高手一样。好，这个音乐老师，你站着要跟我过不去了吧？我就出来领教我的功夫了吧？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叶问！叶问，功夫高手，不是啊，是你，叶问，好麻烦你。中国人怕鬼，也怕中国人。是司马属实，请回去。表演完武打表演之后，他决定品尝一下当地的名菜泰式鲜虾汤。哎呦，太极汤，哎呦，
老板吃了。哦，闻起来还应该还不错。又恐怖高手，大伟，这就是我们浩哥带来的前进剧表演。今天的三号爱晨，请进入前进剧。他是一个小天使，大家都叫他丘比特。飞得起来吗？这里建设商合法，可不只有帅哥美女才有。意想不到的答案，爆你笑！今天的三号爱晨，请进入前进剧。Yes， 他是一个小天使，大家都叫他丘比特。飞得起来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时，小天使来到了泰国，将箭射到了。我们的表演者统统，那另外一支箭射在哪里？请你射我，射你啊，射你，射你对吧？圆满坠入爱河之后，小天使也来品尝一下泰国名菜泰式鲜虾汤。这就是爱晨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元浩队，请问是谁吃到超酸的泰式鲜虾汤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元浩，请派代表作答。一号，一号，到底是不是一号统统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你们都觉得不是他哈？对呀。哎，我刚刚那个鸡毛毯子掉下去了呢。怎么样？好吃啊。好，好吃。不酸，不酸。哎呦，是哦。不酸吗？请服用。哎呦，有没有很酸呢？没有哎。没有。哦。这个是一号桶桶的，闻起来也没有很酸哎。喝看好了。答案就是一号的桶桶吃到了超酸的泰式鲜虾汤，恭喜元浩队答对了。哦，然后进入第二题，第二题感觉上是很简单，但其实是有难度的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大家每天早上吃早餐，常常都吃到鸡蛋，是的，但是打蛋花，哎呦，单手打蛋，哎呦。厉害厉害，问回那只进得去吗？不好猜，好不好？听清楚了，现在的题目就是谁没有在打蛋花。统统队，请进入情景剧。不管什么样煎煮炒炸都难不了他。今天他即将要考试了，而是师父出的题目就是蛋炒饭。饭饭饭饭饭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饭要跟你分开，还要三个蛋配蛋炒饭，最简单最困难，铁锅饭不过快，把这男人招牌配蛋炒饭，最简单最困难，饭要跟你分开，还要三个蛋。这个五千年，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。我们阿宝身为历史上唯一一只会做菜的熊猫，那蛋炒饭炒好了，可以让师傅品尝了吗？炒好了，来端上来。闻起来不怎么样。我先到台安医院去。被师傅数落的阿宝愤而练习，决定先从打蛋花开始。我印章啊，好好，这就是我们一号爱晨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二号彤彤，请进入情境剧。彤彤身为一代名厨小当家之后，但是对于煮菜非常的不行，今天决定要进厨房好好的学习煮饭。而师兄爱晨
很细心的教他从打上花开始教起。不要紧张，师兄，师傅，你的帽子怎么了？不要紧张，我的帽子不重要，重要是我教你来。开始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快点，快点。这就是我们二号同仁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来到了三号威明哥，常常吃蛋炒饭，那今天就来炒个蛋包饭。你等会儿，俺在部队炒了一辈子的饭，我还帮炒饭吗？不，咱吃点别的。那个服务生，哎，是，那个给俺来一个蛋包饭。蛋包饭，蛋包饭，好的，来啦！请问是木斗先生吗？啊，木斗是木斗，我画成这样你也认得出来？哎，不是啊，嗯，你骗我没有吃过蛋包饭，这不叫蛋包饭，哦，是，不然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白饭上面盖一颗蛋。啊，这不叫蛋包饭，叫蛋盖饭。对，你们这个餐厅不对。对不起，服务生这么的迷人、大方、漂亮，厨师也长得好看一点的。我自己来炒一个。哦，看不下去的退伍老兵维明哥开始自己打蛋炒，做一个蛋包饭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维明哥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各位，到底谁没有在打蛋花呢？一号队讨论倒数三秒开始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好，元浩，请派代表作答。因为维明哥他刚刚其实在打的时候，前面都还 OK， 他准备要放下离开的时候，东西还没有放下，手就已经先离开了。好，到底是谁没有在打蛋花呢？我猜艾辰的蛋应该没有像阿庞打得这么散。艾辰到底有没有在打蛋花呢？一、二、三，虾米？有。彤彤到底有没有在打蛋花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哎呦！雷猴塞雷啊！雷明哥到底有没有在打蛋花呢？怎么样？没想到这单位出了陷阱了吧？陷阱？那是啥？所以是。哎呦！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三号的威明哥，恭喜各位答对！马上进入下一回合。欢迎回到演技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元浩队刚才以优异的成绩，现在呢站上了表演区，彤彤队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一回合第一个题目，请听清楚了。好。谁知道？超呛辣韭菜！哎呦，哎呦，太多了吧！哎呀，庞，我不是激你哦，你不要加那么多，真的，我不是激你。对，哎呦，我在分泌口水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他真的是咬牙。你喝大了啦！你可以的，庞。好，你很呛。我呀。我觉得这题你们很幸运。怎么说？为什么？不管是谁，只要吃到了，我跟你讲，受不了，假不了，太恐怖了。他不敢吃韭菜。这个我觉得他已经不能叫做辣椒了。是什么？它是武器。武器。现在请我们的元浩队准备进入情境剧。哦耶！一号妹妹，一年一度的韭菜小姐。哦。为了要促销韭菜，女神。耶。哦哦。耶耶吼啊！哇，你们怎么这么香啊？基地，你们是韭菜的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是有两下子。
身上还喷韭菜香水。是的，韭菜小姐为了要促销韭菜，她在现场大口的吃下美味的酱辣韭菜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你以为这样我们看不到吗？就不让你们看。你的那个牙套小心哦。耶耶，走秀耶，哦哦，韭菜小姐，耶耶。吃着韭菜边跳舞，韭菜小姐，哦，吃韭菜，捂着嘴巴跳，很新潮哎，他才感觉真的有被辣到了。这就是我们一号妹带来的情境剧表演，紧接着二号姚元浩，请进入情境剧。元浩是一个种韭菜的菜农，开发新的酱辣韭菜来增加销路，好适合哦，好适合，找到新的戏路了。滚啊滚，滚啊滚！是啊，他该不会小时候是操作的？你们偷我的葱吧？替打替打，哦，原来葱是这样种出来的。金葱帅哥元浩异乡。元浩是一个种韭菜的菜农，开发新的酱辣韭菜来增加销路，好适合哦，好适合，找到新的戏路了。滚啊滚，滚啊滚！是啊，他该不会小时候是操作的？你们偷我的葱吧？替打啊，替打啊！哦，原来葱是这样种出来的。为了要增加销路，做好之后呢，他决定要来试吃一口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姚元浩带来的情境剧表演，紧接着来到三号林道远，请进入情境剧。不错，表现得很好哎，元浩。肚子很饿的道远，哦，在拉面店点了拉面，准备好要吃了。没有拉面吗？点不到拉面来吃，他发现桌上有一盘呛辣韭菜，他实在是忍不住，决定偷偷吃一口。哇，好大口哦！回味已久的道远式表演终于回来了。喂，是的，这就是元浩队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到底是谁吃到超呛辣的韭菜呢？团队讨论倒数三秒，请开始。三，我觉得是元浩。一，时间到，团队请派代表作答。我觉得妹妹就也有点假，她是一放进嘴巴开始做辣的感觉，不会太快，辣一定要到嘴里面，它是慢慢散开来，所以妹妹太快，妹妹不是节奏太快，不可能。元浩就很难猜，因为他本身就很能吃辣，很能吃辣。那道远呢？饭类变成一个辣到的猪，对，道远。对不起，我讲错，你刚刚瞬间讲错肺腑之言，你好好讲哦，相当精彩。但是他刚刚那个辣呢，前面你可以发现是在演，但是后面那个嘴巴一直合不起来，我觉得是真辣。对哦，就道远，好，道远，三号。韭菜小姐，你看我对你多好。对呀，对呀，多好。给你看一下，来，来，来，明哥，来，对，尝尝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尝尝。伟明哥，你吃啦。你的演技，凭良心讲，多跟我们台湾人好好学学，好不好？我是不敢吃葱了，但旁边这个酱料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跟台湾人的演技学的已经很棒了。哦，他到后面才开始辣，就前面嘴巴是没感觉的。哎，好恶心，还加芥末。我要吃韭菜。吃下韭菜。嗯，不辣。元浩，变了，变了，很辣了。这是干嘛？好，进，快点，快点，进奖励了，喂。元浩依然有一点芥末，但不会很辣，就呛呛的。哦，对，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，没错，这也就是我们的一号妹妹吃到超辣的韭菜，超辣，很辣，很辣，它是很辣。
刚才彤彤被猜的是三号道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猜错，来。今天元号队就以3-1成为我们今天演技大会的赢家，马上我们就来知道今天的奖励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耶！恭喜元号队，太棒了！马上我们就来试看我们今天的奖励了。奖励看起来好漂亮，今天奖励是什么？是一句话。今天的奖励是剩下黄金芒果，是我们的爱文芒果最有名的芒果。在地的芒果了，是，而且现在刚好是夏天，芒果盛产的季节，好想吃哦！哎呦，你看它长得好像小鸡蛋，它里面有茫茫的芒果哎，茫茫的芒果，对啊，新招新招。蛋糕啊，真的很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其实你可以吃到它里面海绵蛋糕的感觉很少，它几乎都是在发泡，都是奶油的味道，然后加的伴随的就是我们的芒果香，而且芒果的香味很重，而且很甜。我们这对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相信。味道我吃吃看，真的非常棒。哦，这它外面这裹的这一层黄黄的是什么？它是芒果，就是芒果的。哎呦！全部都是芒果的原汁真做的哎！哎呦，没，好，换我，来，吃到辣的跟吃到甜的反应都一样，没有辣是真辣哎，因为我辣到鼻水都要跑出来了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好吃。来，导演，好，吃蛋糕，吃蛋糕。哎，这个似曾相识的不过不行，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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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芒果其实非常的新鲜，而且再加上它外面的新鲜的奶油，其实非常好吃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新鲜的就是我们做这个食物的最好最基本的这个原则。好，他们结束了，该我们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快来！不是你们不要吃啊！这要结束了。刚刚都没猜对。对啊，是我都猜掉了。你有猜对吗？你们是输家，不能吃，不能吃了，好不好？是的。看到没有？今天这么好吃的奖励品，就是要给我们的赢人元号队，掌声鼓励！希望文明哥下次还能够演绎好一点啊，今天真的是有点直接就把他们克林掉了。哎呀，下次文明哥其实很厉害，猜得好，演得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可惜啊，你们那队外国人比较多了。对呀，外国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下一队下次要好好表现一下。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友国，欢迎光临。谢谢大家，记得这周晚上7点也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迷进行曲》。